我是庶民出身的，我希望说有庶民的总统啊来领导台湾，啊不要说让台湾的人沦落。高雄市长、地处汉中统参选人韩国瑜，晋河台中心南富饶有缘人，虔诚致敬，册封副国民名，庙名昭义，洪仁，韩市长献财。 我们韩市长、县长、副市长和一些好朋友、中华武的韩武的，统统有，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来这里哈，谢谢你们啦，大家要加油啦！那现在我们要讲的，就是我希望啊，我们韩市长能够带领这一个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，我非常高兴。 因为我是庶民出身的，我希望说有庶民的总统啊来领导台湾，啊不要说让台湾的人沦落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，我们预祝啊，我们韩市长能够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啊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